拿上了团圆饭的这些食材啊，啊去和那个犯罪团伙他们去打展开了那个战斗啊。然后比如说辣椒，有榴莲，什么菜都用上了。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就是体验了一把这种团圆饭加生死战的这种混搭式的春节。哇，这个听起来就这么过瘾，感觉将会在大荧幕上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团圆饭的感觉啊！但是对于动作设计，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